具有摩登家庭出行必备神器，上汽大众全新途安 L 亲情呈现。可可，别玩了，过来，妈妈给你梳头发。哎，老婆，你今天这身衣服也太用力点了吧？看什么？我以前也是好女不过百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以前体重还没超过140呢。我以前体重才5斤4两。去玩吧。喂，什么？改到今天？哎呀，我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实在走不开呀。那好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本来下周二才开的会议，这客户啊临时要飞香港，说要改到今天开。老公，你是老板，你怎么那么磨叽呢？来，拿下钥匙去开会吧。老苏那儿你就交给我吧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老爸，我永远支持你。耶、yeah！ 哎呀，我太爱你了。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磨叽了，赶紧去吧。去吧。老苏那边帮我解释一下啊。知道了。啊、知道了。走了。我们老苏吧，他搞了一辈子艺术，我没有这方面天赋，苏然也早就放弃了，所以他很希望我找一个有艺术底子的。但是我不同意啊，我觉得找老公就应该找一个理工科的，文科生不靠谱。其实吧，一开始我还真的不太想学理工科。那你想学什么？食物的物理有机混合和量子变化。什么东西啊？做蛋糕喽。哈尼，我突然有点想取消今天晚上的生日 party， 因为我心里还有点不想承认自己60岁的事实。可以啊，反正你虚岁已经61了。哎呀，杰尼啊，过些年呢，我就跟你去德国，因为那边的环境非常漂亮，然后空气非常新鲜，然后呢，我也可以多陪你几年。Oh, honey, you're so sweet. Surprise. 给我的礼物？嗯。这么快就去德国？你开心吗？开心，就是我当然开心。江小冉，起床了！神经病啊！哎。现在都几点钟了啊？你还去不去我爸的 party 了？不去，我礼物都没准备，去什么去？放心吧，这个礼物呢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哟，准备啥了呀？你猜？不猜，我憋死你！你猜不猜？不猜。张小冉，你猜不猜？你猜不猜？你不猜是不是？啊，你不猜我就告诉你，我去拿给你看。神经病 ！Police， 嘿，真漂亮！我爸他们结婚太突然了，我就想给他们准备一个好一点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嗯，那喜欢就试一下呗。你知不知道这结婚戒指对女人来说有多么重要？我怎么会随便替人家试呢？那你就。替自己试呗。你要干嘛？3年多，你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我，你对我很好，也是你让我知道了，我是一个可以撑起一个家的真男人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想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的照顾你。嫁给我好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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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可，你干什么呢？怎么放不进去？来，妈妈帮你。不要。
那好，那你自己装，我马上要出发了，你动作快一点啊。妈妈，嗯，你好不好奇我送给外公的是什么呀？不好奇。家长的冷漠会扼杀孩子的好奇心的。这么严重啊？嗯。那妈妈问你，你送给外公的是什么礼物呀？不能告诉你，这是个秘密。嘿，你这个小坏蛋。那你赶紧自己收拾，一会儿呢我要送你去舅舅家，妈妈还有点事情要去办。什么事呀？我这是个秘密。哼，反正到时候都会知道。哟，你还挺聪明的。来来来，你装起来。哎，兰总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这次来呢，就带来了我们更新、更完整的解决方案，你可以先看一下。哎，小杨，不用看。你们这个项目，我之前做过了解，啊，交给你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哎呀，太好太好了，太感谢兰总了。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兰总有进一步的合作。哎，小杨啊，我怎么跟你讲？生意场上有生意场上的规矩，我呢？明天订了个 K 房啊，订了个会所啊，我们好好坐下来啊，喝两杯啊，增进增进感情啊。然后呢，我还找了几个美眉啊，到时候我们兄弟两个一起 happy happy 啊。怎么了？啊，不行啊，挺好的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我很看好你啊，说定了，明天见啊。喂，小杨啊，兰总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临时有事儿，不能陪你去会所了。小杨，你这个摆明了不给兄弟面子啊，这个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对不起。门铃，稍等。门铃，马上。有人来了。时间卡的刚刚好，等我。谁呀？嘿，欢迎两位。舅舅。舅舅。小雅也在啊。小雅阿姨。哎，杨哥哥，以后呢就不要叫阿姨了啊，就叫舅妈。舅妈。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早就看好你，我就知道你可以坚持到最后。姐，嗯，咱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。嗯，苏然这家伙啊，你可得帮我盯紧点，别让他到处沾花惹草。他敢？我什么时候沾花惹草了啊？你看我这家，就只有树啊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空空啦、冰冰啦，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几多风雨。说了那么久，怎么还没说到我可可呀？以后不许来我家玩了。对呀，但是你这样讲伤了舅舅的心。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乐高游戏。乐高玩具在哪里呀？走，舅妈带你找去。走，慢点啊。哎，嗯，可以啊，苏小姐，长大了有媳妇照顾你了，终于逃离我的魔掌了。怎么会呢，姐？你该照顾还得照顾，该管得管。我告诉你啊，对小雅好点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你放心，这是我老婆，我必须对她好。但是对她再怎么好，也不能超过对我姐好。小样，嘴还挺甜的。随我姐呀。好了，告诉大家收拾收拾，我们要去画廊了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五分钟啊，咱们要出门了，我换鞋。我们要走了。我知道他不爱我。舅舅，哎，你送外公的是什么礼物呀？哎，保密。你家人都鬼鬼祟祟的。可可，送礼物呢要保持神秘，才会有惊喜，这样可以表达送礼物人的心意啊。生日才能得
要礼物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只要想送你礼物的人啊，在任何一天都可以是 surprise day。舅舅，哎，你不管哪一天都可以送我礼物哦，不用等到我生日那天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在考试当中啊，可以拿到前十名，舅舅真的送你一个特别好的。啊，不会又是补习班的试卷吧？不是，我每次考都能考前三名。真的假的？这你厉害的完全不像我们老苏家的人呐，基因突变啊，这个是不是基因呢？我告诉你苏小健，你就是拖我们家后腿的那一个，待会我们家可可。我这种老司机是完全不会被成绩所束缚的啊，我可是那……哎呀，别可是了，老司机到了，前面靠边停。你好，你好，这幅自行车的画卖多少钱呀？小姐，你实在是太有眼光了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镇店之宝，出自名家之手。是吗？你看这构图，这色彩，这技法，就卖你3万块钱吧。三万？对啊，已经很便宜了。哎呀，老头子画这么值钱现在？画是很不错，但是好像有点贵，有折扣吗？九折。九折啊？也行吧，你就帮我包起来吧。爽快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要的是这幅。这幅啊？那你买这幅，我把这幅送给你了啊。哎，等一下。买这幅送这幅，买一送一啊。对。你知道这是谁的作品吗？这个啊。哦，我不知道呀。你要的话3000块钱卖给你吧。3000块？哼，你看这个色彩，这技法才值3000块啊！你2700。走，外公。爸。哎呀，我们家可可来了！哎呦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赶紧坐，赶紧坐。不坐。听说你60岁了，生日快乐！哎，这是什么？秘密。哟喂，秘密，这是他给你准备的礼物，准备很久了，连我都不让看。啊，哎，怎么少个人啊？我们家女婿呢？他今天要去见一个大客户，所以可能要缺席了。不说好拍全家福，他不来怎么拍啊？对呀，他不来怎么拍啊？那女婿不来，儿子来了。哎，这样，老苏，生日快乐啊！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。嗯，什么礼物？请看。哎，这是礼物，儿媳妇儿。你这臭小子！哎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正式叫他老苏。爸，嗯，爸，哎呦喂，小雅，你这是在吓我吧？你别动，你脸怎么了？不是你看他这儿颧骨这儿，别挡，颜色不对。他是一早起来就跟我闹，他说他显老，让我给他化妆。我说行，不老嘛，都60了。跟他说很帅，是不是很帅？嗯，很帅。好，赶紧堵上你们的嘴。坐。你的延迟已经超过我了。老头还化妆是不是？嗯，都是快要结婚的人了，你可得学会要对这个婚姻负责任。行吧，我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男人。你这小子啊，从小到大就是个闯祸的胚子。哎，你还记得你高中那年偷偷的跑去你女朋友家做作业，结果……哎，不是你讲的好像我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都不记得哪个女朋友了。你把人家一个花瓶给砸了。啊，
对对对，那花瓶，人家是乾隆的御窑青花瓷，挺贵的吧？哎，对了，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？我还能怎么解决？你老爸只能出卖劳力呗，免费给人家画十张画。其实那个花瓶是个高仿，苏然啊，他从来就不肯跟我好好的学艺术，什么高仿啊、赝品啊，他根本不知道。好看啊，爸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见大客户吗？我把客户给拒绝了。不是，你疯了你！老婆，我从来没有觉得像今天这么牛过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我的女婿啊，怎么会不给我面子？靠谱。爸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没有什么事情比家人更重要。老婆，你会理解我的。老叔，生日快乐！好小子，有种。杨小姐，那个人都到齐了，你是不是该揭晓你的秘密了？我看可画的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黄瓜吗？嗯，你懂不懂啊？我这是祝外公像乌龟一样健康长寿。哦，说得好。哎呀，可他这顶帽子是画成绿色的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总得顶点绿。老苏，猜猜这是什么？黄兜子，我帮你猜。噔噔噔！老爸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当时我初三，当时特别流行山地自行车。我记得我当时缠着你帮我买一辆，缠了好久。老苏那个时候只是个穷画家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。当我有一天放弃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家里面突然多了一辆山地自行车。然后我发现这幅画不见了。一晃二十多年。老爸，六十岁生日快乐。青儿，来，生日快乐吧。今天啊，今天是我老苏特殊的日子。我一个人的时候想了很多，这六十年啊，一晃而过。所有的日子五味杂陈，可以说是丰富多彩。苏青，老爸真的要好好谢谢你，把这个家照顾成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女婿啊，杨迪，你功不可没。一直在边上默默的支持着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当然说你了，老爸当然要谢谢你，哎，谢谢可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更要谢谢的是我们雅啊。哎呀，你竟然对我们这个有点奇葩的大家庭会如此的信任。哎呀，我老苏太开心了。杰尼，接下来老苏就要说你了。认识你之后，我感觉我的日子是一天过得比一天年轻。我们两个打打闹闹、争争吵吵，这个日子真的过得很舒服、很充实。我记得老师傅曾经答应过你，将来总有一天要和你一起去德国生活。但是现在你看，这一大家子我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他们。老苏，我懂你。不行。但是，如果我是帮全家所有的人都订了去德国的机票呢？啊？啥？哒哒！这么多机票！哇哦！那咱们现在就要开启全家蜜月旅行了。嗯，
我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给我们可可去考察一下留学的学校。我要去德国喝正宗的德国啤酒。一起，当然。外公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就你不知道了。对，就你不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去德国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金姐啊，谢谢。哎，那我们不走了，那 baby 怎么办？托运啊。站起来，哎，站好，来五秒钟，三个啊，我过来了啊，来，准备，开走，站走，来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快看那边。你也是的，你说你让让他不行吗？让他赢一局。我是让他了呀，可是就你老爸那个水平，我让他还挺难吧？这样吧，舅舅就送你一个可以玩一年的礼物，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什么礼物呀？日历。哎，四安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好了，好，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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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Volkswagen